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ony Chan Transport at Large 的频道，我是管理员 Emin Kok 啦。今天来的巴士路线评价就是这条凡事特别线的铁巴 K500 啦。今个礼拜主题都是围绕着 K54 区啦，顺便评价这条 K500 啦。这条 K500 啦就05年开办的，有两条线又合并而成的，包括有 A59 和 TXB 合而成的。咁啊，呢兩條線有咩特別咧？咁啊，當年 A59 因為配合咗九廣鐵路開車啦，即係而家嘅屯馬開車啦，就出咗admin 即係行政指令，就要取消咗 A59 嘅。K1X 咧就因為客量不斷下跌啦，因為就係咯廢鐵開通咗嘛，當年就所以就咧 K1X 咧就都取消埋啦，所以咧就 K500 咧就咁樣就誕生出嚟啦，由兩條線合併而成啦，替補翻呢個由良田去三聖啊、智樂嗰個服務嘅，同埋富泰去良景嗰個服務嘅，即係呢兩個嘅獨市位啦。咁啊，之前咧隔離嘅 A37S 咧都經良景嘅，因為都係啦，改限就改咗啦，所以就而家都維持都喺呢個有兩個獨市位咯。咁啊，呢條線咧主要都係服務良田區為主嘅，係啦，即係主要係下倉啦，即係亮點都係獨市位嚟嘅。良田區智樂啊，由良田區富泰啊，都係比較主要獨市位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呢條線啦就有直通車特別巴士嘅，即係類似依家嘅507P 嘅服務咁樣，即係咩嚟嘅呢？咁啊，呢條線啦，2015年啦就去到屯門站之後咧，就變咗做 K523，咁啊去到掃管笏，跟住咧又翻屯門站，為咗一個終點站。咁啊，呢個就係直通車嘅班次啦。咁啊之後咧，就因為就係啦 ，K523啦就全落咗啦，就取消咗呢個服務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現時班次咧就四個字一班啦，自行偷減咗班次，係啊。本身就三個字，係啦，咁啊個表都未更新啦，個表未更新，可以俾大家睇下服務時間先。咁啊，依家係16:12啦，仲有8分鐘就開車啦。頭先咧，其實我都嚟咗嘅，因為呢個 K500都好得意嘅，有咩車都會發生，咩車都會有嘅。頭先上一班係單程嚟嘅，單程冇理由叫我上啊，傻咗咩？咁啊，睇坐架單車上層都平啲啊，係啦。咁啊，係啦，仲有7分鐘就開車啦。上車之後，仲再同大家講下客量啦。好啦，啱啱就開車，咁啊搭四啦，620啊嘛開車。咁啦，我作為良田嘅居民咧，都想用自己嘅角度咧就評價呢條線，今次咧就係啦。咁啊，可能嗱，今日講翻最近嘅改動先。最近嘅改動咧就係行咗去彩輝花園啦，嶺南大學嗰邊走去良田嘅，因為佢就話舒緩 K51由呢一帶青山公路去兆康站嗰個情況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富泰村啦，上咗我嘅。咁啊，到二嶺南亭嗰度啦，咁啊呢個叫聚康山莊啦，即係基本上係對面嚟嘅啫。聚康山莊啦，上5+5+50。呢條線有啲咩人會坐呢？咁啊，有啲可能觀眾會問 K500對於良田人嚟講會好兜。咁啊，其實我想同你講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區內嘅交通咧，去呢一附近咧，基本上冇乜嘢可以俾你揀嘅啫。即係頭先我過嚟嗰陣時候咧，我都係要搭輕鐵啦，跟住轉 K51啊，都要過嚟呢度啊，都其實都幾麻煩嘅。再唔係你行嗰邊咯，即係你源頭岸。即係呢一邊嘅方向，一係就行上去兆康站，係呢兩方法。就唔係一兩天行過去，咁你第二天時你唔會行過去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就
就 Kim 嘅就 Kim 伯咧就變咗係啦，由富泰去良田嘅獨士位啦，係啦，都冇依家基本上冇得揀。上多一個十一，你萬達學呢個位置。
咁啊，兆康苑呢個位上一個十，咁啊而家時間係啦，都二百，咁啊開咗八分鐘車啦。嗱，而家你行呢個位咧，就係同十零，基本上重複咗九成嗰個位啦。在麒麟站上了1.13，3P， 那個位置都動上獨市，不過你不會坐12元這樣搭五屆而已，回程可能會選E33P， 真的 見有車就上咯，只不過是E33P 會走咗寶兒花園的位置，我們就會進去青松館大興的位置，屬於大興的邊皮。青松冠上一個14啦，頭先好似前面見到部50M喎，喺我前面經過。咁前面有部50M嘅意思係咪即係佢冇運行定我冇運行咧？啊！好多時咧我都見到 K500 同50M 嘅時間有幾次咧，我都見過係黐埋一齊喺良田嗰個位置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
本上都好熟做啲學校生意啦。就調一調個位先啦嚇，翻嚟啦，咁我調咗一個容易睇到船落客嘅位置啦。請緊握扶手，分為站啦，上一落一十七。去
即係翠微花園去小康嗰啲位咧，都執到少少 cam 一嗰啲雞，不過就唔會多咯，係咯，因為 cam 一咪車嘛，咁 cam 五百你要夾時間啊嘛。車俾我嘅感覺真係好靠涼景啊、田景村呢啲呢一帶嘅服務，即係咁我呢一帶咧，基本上同一潭死水冇分別。即係如果你話呢啲行法咧，得翻學時間咧，先到會有啲好即係比較好嘅客量。即係如果你五十 M 全日嘅話，即係非法會好蝕咯。因為我主要都係經啲學校生意，但係學校唔會日日都任何時間都有人放學噶嘛，除非就考試期間，考試期間大家都係唔會日登等你班車噶嘛，即係屯門區區內交通大家認知嘅就係輕鐵嚇，冇噶啦，即係唔會去了解下其他交通噶嘛，唔會了解下其他巴士服務噶嘛。即係除非係好出名啊，好密車咁啊，就會去坐嘅啫。即係呢啲就真係就算係啲比較輔助嘅線路咯。即係係咯，五十咩？唔係話唔得咧？就路線上要處一處理，執啲路線咯，係。即係當 K 五百都出現到單程嘅時候，你係睇行雙層，即係雖然新華係有個用字係去恢復嘅，但係係咪咁樣嚟去對抗咧？真係就要另一間公司去諗一諗去做呢樣嘢。石牌站上到1:17，有時候咧，即係 Ivy 放學咧，咁啊506咧咪好多人搭嘅，咁啊 Ivy 嗰班人咧有機會咧行就行會行去佛經嗰度，即係有機會坐505或者坐呢一部嘅小五分嘅，所以咧坐505機會大啲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站上咗3:1920+3=20。第一站，輕鐵建安站，下一站。
通常都是飛得的，係啦。跟住佢有個人咧，有機會去行嗰條換站，嗰個搭屯馬嘅。啊，飛得啦呢個站。上一角21落兩角，穿咗離市中心通常都唔會坐呢格嘅，大家通常都會坐 K51啊，或者坐46小巴去市中心嘅，因為行傾山崗會快啲嘅，市中心嘅話，如果富泰去出發嘅話。
到呢度柏麗廣場呢個位啦，即係小心呢個位啦，就1650。咁啊，坐咗半個鐘啦。如果你話良景去智樂得呢條線可以揀嘅啫，冇時間都唔話太過耐，都就15-20分鐘左右啦。咁都要睇下司機個速度嘅，即係15分鐘起標啦，可以接受嘅。即係 K 型不優勝嘅支持，我覺得就係良景去智樂呢個位咯。真的麻煩的，直落真的很薄腳的。
拍咗一個月連環相。三聖村啦，落咗兩個嘅。嗱，如果靈景咧喺呢一帶咧，又唔會坐 K58喎，大家都坐50去三聖，因為50去三聖嗰個時間係快少少嘅，喺 K58仲要兜子落，係最慢咗少少嘅，係啦。呢度咧就總站嚟嘅呢個位置就，俾曬啲總結佢嘅啦，係。好，落車先。好，嚟到 K58少少嘅總結啦。不過其實咧個總結咧，基本上喺條片嗰度都講咗唔少啦。咁我睇到三點嘅。咁啊，第一點啦就係個客源啦，輔助 K51嘅。咁啊，呢個第一個 part 就係富泰啊。坐飛花園嶺南大學啦，去兆康就都偷到唔少雞翼幫 K51食咗少少客嘅，咁啊同埋啦少量富泰良景啦都有嘅，不過唔多，主要大多數啦都係良景去自樂嘅一帶嘅，係啦，因為嗰邊缺乏去交通嘅需求啦，同埋去自樂都比較麻煩嘅嗰個交通都。第二點啦，主要途徑啦到學校區。客量咧就未必太過穩定嘅，喺非繁時間嘅話，即係過咗八點之後啦，客量就未必話太過好嘅。即係如果係上繁啊、下繁，就可能過咗7-8點之後啦，同埋9點之後啦，個客量唔會話太過好嘅，係。第三點啦，班次比較疏，20分鐘一班，冇乜人刻意等候呢班車，除非夾到好時間，但係都唔會啦，大家都會搭輕鐵去。由良景去市中心啊，屯門站嗰一帶嘅，除非啦，良景去自樂就會等搭呢一班車啦。咁啊睇到呢樣嘢嘅，咁啊譬如我喺我立場啦，俾我成績就 D 減，係啦，都幾蝕下嘅，不過都唔怕啦，貼巴就嚇。收到片啦，此線嘅角色係一個薄鐵啦，定還是一個區內穿梭，主要做一個區內穿梭嘅客源咧？係啦，咁啊可以大家答一答。